盘现在让5000的看法？希望大家不要用赌博来介入我们民主制度这么重要的选举。那不论赌盘如何，不论民调如何，我自己跟团队的竞选步调一样，倒数2周，我们就是全力的拼这场选战。赌盘现在让5000的看法？我想不论是在整个选举之初大家提到的赌盘状况，或者是到了公投之后有传说的赌盘状况，我一向都是一样的态度，希望大家不要用赌博来介入我们民主制度这么重要的选举。那不论赌盘如何，不论民调如何，我自己跟团队的竞选步调一样，倒数2周，我们就是全力的拼这场选战，而且我们会努力，希望让所有选民知道，你回来投下这一票，你出来投下这一票，才是改变家乡，让台中市第二选区脱胎换骨，迎接新政治最重要的一件事。